几个？也给关点过。来，两个，两块请进哈。入金。好了。七块钱吧哈。现在全部给你办起哈。
自己的。提气管你去掉，提气管。不行，我这。不是别人的皮都痒，那咋？你这样。姐，你都吃什么零食？这是卡，我领着的。那是这样，卖桌，卖鸡，卖鸭鱼，卖茶，卖玉米，卖四季豆，这些一年都到4-5千。我也陪他们在线上的话，我怕他们的生活我够不了他们。看着谁的牌？要，够了。
陈子体这个孩子呢，我从一年级就带着他。他以前的时候就是因为斜视的原因，所以呢，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心里面有点自卑，平时不大爱说话，坐在角落里面。老师抽问题的时候，他也有时候都抽他起来，他都不大回答问题，保持沉默。和同学之间也不大往来，就是比较内向的那种孩子。从上次去北京治疗以后，回来以后，我觉得他这个人不仅外形上有了改变，而且他的心理上也是有了改变了。农历的春节之前呢，我们将会从上一次筛查39个小朋友，医生给的建议呢是建议手术治疗，我们将会分批次的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去对接医院和医生，完成手术或相关的治疗。谁在家呢？啊，奶奶。哦，哎，奶奶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奶奶。奶奶多大年纪了？俺妈那肯定活，俺一起活，80岁。哎呦，奶奶80岁了，长寿啊！那两个小的也是跟她在一起的。哦。啊，也就是奶奶要照顾三个小朋友。思甜，把帽子摘了它，啊，阳光一点，多帅呀！哎，思甜怎么了？你看刚才路上你就不愿意跟我说话。别姑姑我的。奶奶说别哭，她说你是姑姑，你是哥哥。哦，我是哥哥，哥哥啊，你是弟弟，这是我们的奶奶啊。你哭什么？是不是心疼奶奶？是吗？哎，我想问问芝体，音乐是我的梦想是你写的吗？啊，是不是你写的？上面墙这个是谁写的呀？啊，这个是芝体写的吗？这个。我是不拉，马吉拉，自欺欺人，自欺欺人。那好听。不拉，你是不拉，我不拉。在这出生的吗？在这出生的。我家妈妈以前就是住在这里。住这里边。妈妈就住在这儿。也就是说，奶奶也是出生在这儿吗？是。哦，这是老宅了。老宅子。所以这里边肯定，特别舍不得。我听说你们马上要搬新家了，因为在山上。今天下午你给我指那个黄色的那个楼，就是你们新家了。是。喜欢新房子还是喜欢这儿啊？啊，当然喜欢新房子。啊。芝体，问问你，你所有的童年的记忆都在这儿，你想搬新家吗？不想。不想。不想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想搬新家呀？就是在这个地方。这是实诚孩子。爸爸，我们这回来呢，我看看如果有手术需求的话，就再一次给他做手术。如果说没有不用做手术了呢，就进一步检查一下其他的治疗方案。那就谢谢您啊。那您有时间吧？你陪他去有时间吧？他要去的话，我怎么不带他去怎么写？
好吧，那咱们就说好了，好吧？哎，太好了。还有就是，爸爸，如果孩子去北京的话，咱们得去乡上开一点证。Thank you.
你出去了，这也得挂吗？得挂。天就快亮了，我的心却哭了，穷却是祝贺不催。我不敢再看你多一眼都是毒，阿爸爸爸爸孤独，阿爸爸爸爸爷们。有个美丽的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爱哭的曲墨，她曾唱着没事没过落不木的湖，让我流离忘返。他转过身，他甜美的笑容似压花细紧微软着西方，他的商量温暖这整个地方，我想我爸爸妈妈也习惯。天就快亮了，我的心却哭了，穷却是祝贺不催。我不敢再看你多一眼都是土，阿爸爸爸爸孤独，阿爸爸爸爸爸爷们。阿妈收田吧，头前阿妈也叫我，头前阿妈过，头前阿妈过年我去村里，阿些，是跟着去叫。啊，头前我过年在表多，阿姨你错。嗯。阿姨没错。我没事，十八年了，我阿姨小吃过，你在住着，
不年轻人刚才就是学习里面，怎么的就都是都东西比较多。咳嗽了，有啊，他有些啥子症状？嗯，就是咳嗽，只是咳嗽了，就是一般的感冒咳嗽嘛，是吧？嗯，是。哦，我拍到两分钟。八十岁了，嘎。是的。八十岁。陈子君，你过来找。王成，我找了把上午划给了村民，村民的把小勇士围在了中间，高兴的又碰又跳，从此投靠了一家，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啊，哎，你这个做这个能赚五块钱，带了一片银根，你。你早上就跟我们走路嘛？我在早地一转，那他刚这么吃一锅的，阿婆就给胖子给弄一锅的，弄的一这么吃白菜嘛？俺们跟我们走路嘛？你在搞？好的。每次到县城和去家乡的时候，我就走这条小路。那时候爸爸带我们一起走了，然后我就会走路。大概我早晨如果是6点走的话，下午12点可能会到。到处都是绿水青山，觉得看见了这些颜色的话，我的心情就会开心一点，就各有精神，走前面的路。看见了，一想到他们那些风景，就想把他们写下来，介绍给外面的朋友。我的梦想，我是一棵草，长在大凉山，见过窗外和平静，没见过山外的人。我是一滴水，来自金山江，穿过千山万水，没穿过山外的风景。我的家在大凉山，大凉山风景优美，欢迎您来大凉山。我是一个宁静的人，不喜欢和别人打交道。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，
而我也不例外。我的梦想是医院，想当一名歌星。说到这，大家有点怪怪的吧？一位不喜欢说话的人，怎么会喜欢医院呢？我确实是这样的人，很爱很喜欢医院，因为医院可以带给我勇气，还可以带给我鼓励、安慰。这是我多年的梦想，多年的渴望。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实现，但请相信我，我会努力的。阿姨呢？去年是家给的，那去年我刚过，那个有我们呢。哎呀，兰子。嗯。嗯。他们过的。几克弄的？嗯，几克十多克。怎么是比是重？丢丢你的。就是要给他们知道的，这个马铃薯在清水里面它是下沉，盐水里面它是上浮。你们这个道理就行了。